其他的也没改呀。R 技能一屁股坐下去。你还在这待着，一会儿你就死，我跟你说。Q 的时候能放 R， 我知道。拱。打我。个老鱿鱼啊。这是跟他玩就练习的走位，你知道吗？声咋那么小呢？嘲讽拱拱拱，嘲讽拱拱，走呗。这波不行了，这波小躲一手啊，吃个几块钱。我的跑车，我妈拱死你啊！你再给我狂，再狂！那没用，兄弟，我塔下必杀你。你想怎么不死都没有用，我是必杀你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都没有用。乌迪尔都好玩，乌迪尔就是厄洛伊的玩具罢了。乌迪尔，过来，赶快的，快点冲啊！哎，厄洛伊呢？不见了。啊，我知道为啥声那么小了。我寻思平时这个音量应该也不小啊，可以。昨天看视频的时候把它调小了。讨厌鱿鱼，你给我回来。嗯，
鱿鱼是吧？鱿鱼，鱿鱼，打呀！鱿鱼，单挑无敌是吧？鱿鱼，啊，啊，啊！我的小王八。打我呀！哎，不让你吃冰。现在，再见。哎呦我操！这完了，贪神来了。啊！翻了。那潘森怎么跑过来了呢？这把我决定日炎不先出了，我决定先出小反甲，先出大反甲，日炎我们后出。先出反甲，我们虚区高一点。现在的涡轮炼金罐不打团没啥用。先出那神话其实没啥用，我觉得。一会儿再说。好。水银海。这鱿鱼啊，只敢在后边瞅一瞅啊。哎。谁打野呀？好，螳螂来吧，螳螂呀，这咋的呀？螳螂要来呀？鱿鱼其实挺烦人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他跟我单挑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就是个螳螂嘛，你让他来，多大点事儿呢？你看我没死，你反倒死了，我就得去一边。算了吧呢，咱先来个反甲。金叔叔帮封一下那个刷屏的。
现在鱿鱼已经没有办法打我们了，他现在已经都连打他都不打我，他前面还会瞪一瞪我，现在他连瞪他都不瞪。我希望这螳螂可以过来赶赶我一波。那螳螂为什么不赶赶我呢？你跑跑，你跑个屁！破鱿鱼还跑？这就再见。一切都是那家卡布洛斯。啊，漂亮蓝枪啊，交闪现。给我杀了。啊，致命减员。他打也不掉血，你说。千万别让蓝枪过来啊，蓝枪过来我们兵就都没了。公屏打字说：“螳螂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他几爹，他也不带来的。看他能传送不？完了，我就多余啊！我就多余等那一会儿啊，让这蓝枪给我塔收了，无敌了，兄弟们！”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打得动我们了，现在去下路越塔也是随便越了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走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ADC 呢？ADC 咋不来呢？ADC， 你为什么看戏呢？你为什么不来呢？你说你随便来来去去，那仨人是不是都死了？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不屈之枪又能怎么的呢？不屈之枪，你别着急上，你等着不屈之枪把技能交完，交给我身上，你再上不就完了吗？又不用你干点啥，你是，真是的，你不信我。整的我闪现打出来了，难受不？你说难不难受？我套你猴子！给我越打！我杀！漂亮！这塔不随便越吗？这走，潘神来了，想越个塔还不随便越？来跟我越塔，
随便来个人。随便来个人。来。我就是个潘森嘛，潘森能咋的呢？潘森，潘森多啥呀？那机器人多什么呢？这螳螂又多什么呢？啊？螳螂很多吗？螳螂，给我杀！鱿鱼，给我杀！我点死他！幺零，我负责给你们当工具人，你们就收人头就完事儿，不用在意这些防御塔，没有什么用。那 ADC 是个傻子，你知道吧？他不跟我过来吃好吃的，他自己跑过去，非得去发育去。他跟我来，他能收多少个人头，你知道吧？他跟我来，他能收好几个人头，他非得自己去发育去。你怎么的？别跑！ Unstoppable. 你怎么的？你怎么的呢？这潘森怎么的呢？狂妄，真是狂妄！致命点炎，你还跟我打？你跟我打，跟我打，鱿鱼，鱿鱼什么鱿鱼？不行了，鱿鱼打人有点疼。你是真是弟弟呀、啊！我一看，这鱿鱼也不行啊！鱿鱼行吗？鱿鱼，鱿鱼不行。打个蓝 buff， 潘森冒着飞了。先来个板甲，王者的板甲。我觉得这个王者不应该叫王者，应该叫王者。出完以后，谁乐意出这王者？是不是？有人乐意出这王者吗？没人乐意出。我就是个翻身嘛，给我杀！给我杀！漂亮啊，塞纳！哎，我塞纳漂亮！没队友啊！没队友，这波别上了，有队友再上吧，先回点血。咋的，鱿鱼？塞纳给我加血！鱿鱼还挺肉，鱿鱼，完了，给我暴击了，这不行！这波潘森一飞，我们就够呛了。还是这鱿鱼比较扛疼我们呀，他有黑切，
真讨厌那鱿鱼，鱿鱼不仅在线上讨厌我们，啊，他在打团的时候也非常的讨厌，极度的恶心人。你说你他妈的不先出个神圣分离者，你跑过来出黑切？我发现啊，就有很多这个就是英雄联盟改版以后，你然后不怎么玩了的这些兄弟啊，可能我们现在出的装备吧，你都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装备。我可以给你给讲解一下啊。我可以给你讲解一下，你看，比如说我现在出的啊，我现在出的涡轮炼金罐就相当于以前的正义荣耀啊，我出的带翼的月板甲是新出的东西，以前没有，它可以合成王者的板甲啊，它加移动速度加了 5%，并且呢它可以这个加血量啊，它给分开了，以前不是要大腰带吗，现在不要大腰带，现在要这个啊。第三件装备是反甲，第四件装备是皮鞋，第五件装备是多兰顿，第六件装备是斯瓦德甲。这个塞纳挺吓人的，我出点装备。以前的斗篷，什么斗篷？没有又加移动速度又加血量的装备，已经没有。中路团一波，这节奏都得我们带呗，就我们一不带就是没人打，这团战根本就打不起来是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上高地来，嗯，哎呦我操，这减速带有点厉害啊，涡轮增压，打我，随便打来。致命点炎啊，嗯，你喜欢碰瓷儿是吧，那给你碰啊。 ADC 还搁这干啥呢， ADC 我怎么的，我这没法治你了，现在是不是啊，是不是没法治你了，现在你咋那么狠呢，是不是治不了你了，虚空掠夺者没什么用。哎呦我漂亮 AP 开高地，小龙拿了吧，把蓝 buff 也拿了，谁能帮我打下蓝，谢谢。回趟家看看对面是不是打大龙去了，还有没有护甲装，好像用不着了，来九头蛇吧。蓝盾冰心，九头蛇蓝盾吧。要小心，哎呦我唐唐，他怎么跑走的，从这儿跳的吗，嗯，
喜欢碰瓷儿啊，喜欢踩，你不没了吗？那今天不可能让你走了的。还有啊，打吧，这不能再上了啊，这再上的这有点薛微，这有点太狂了呢，快跑啊，阿卡丽死了，死了咱也没办法。我从家里边出来，你等一会儿。打呗，这没什么不能打的呀。机器人在干什么？我跳弹，没事，他一会儿会被减速的。把他打了，他们家没有眼儿了，把龙打了吧。这怎么打得这么快呢？这打得有点快啊。请问鱿鱼在这里干什么？鱿鱼潘森怎么老碰瓷儿呢？潘森给我杀，不行了，打我有点疼了呀。啊 ，ADC 出轻鱼儿了。哎呀 ，ADC 出轻鱼儿，怎么没队友呢？这波我这 ADC 不是要跑过来了吗？狼了吧？啊，狼了吧？下回不能狼了啊！打的小龙吧，不行了，他顶不住了。那黑切加青雨打我们有点疼。这 ADC 第三件装备就出青雨，小龙。螳螂。把小龙一拿，游戏就结束。我们家这大龙打的一个 buff 都没了，啊，塞纳有一个。小龙，如你所言。据我的推断，对面龙魂应该要不了，因为我们把螳螂给杀了。我先把九头蛇出了，走吧。先上高地，没队友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为什么刚才会给我加一个盾呢？
是谁的盾？然后，就杀了翻身。行，顶不住了。哎呦我操，这鱿鱼！我这鱿鱼的歌，那鱿鱼那魂儿打人太疼了。你我。哎呦我螳螂长本事了，螳螂给我杀的 ADC。 嘿我漂亮给他枪毙了。投降，这王八的英雄到后边确实不好拿人头。